今届巴黎奥运会，国家运动员创下了中国参加夏季奥运会仅换参赛历史最好的成绩，坚持拿道德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、干净的金牌，向全世界展示体育强国的风范。除了参与明天晚上的大会宴，以及在星期六就多个项目进行示范表演外，你们更将深入社区与学生、市民和香港运动员互动和交流。我们也为代表团预备了丰富的活动，包括安排代表团游览香港的著名地标太平山顶和观赏维多利亚港，让各位亲身体验香港的山水风情，感受香港的文化魅力。香港是荟萃中西文化的国际都会，我期待各位以后多来香港走走看看，在这个活力澎湃城市度假、旅游、进修、发展事业以及享受生活。最后，我希望代表团在香港访问的行程里面，能给大家带来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，与为你们喝彩欢呼的香港市民同庆共贺。